大家好，我是立法委员陈其迈服务处的红五姐啊。今仔夜晚六点半到十点半，就要电话民调了。我要伫遮教大家接到民调电话的时阵，要安怎回答？示范教学。喂，你好，嘿。你好，这是民调中心所进行的一项电话访问。嘿。我想要请教你有关高雄市长选举的看法。好，你讲。请问这是客家的电话，还是公司的电话？啊，这是客家的电话哦，嘿。请问你住伫家吗？嘿，我住伫家。请问你伫高雄市敢有投票权？我有投票权，嘿。请问你目前的户籍是伫个高雄市的第一区？三民区。你若住伫第一区，就照实讲第一区。请问你知影咱目前有谁想要参选咱的市长？哦，陈其迈，嘿。目前伫民进党内底，拍算要参选市长的有陈其迈。管碧玲、林黛华、赵天麟，在这四个人当中，请问你最希望对一位来做咱的市长？哦，陈其迈嘿。请问你今年大概几岁？26岁啊，娘嘿。你若几岁，就照实在讲几岁。感谢你接受阮的访问，我的访问到这结束。好，感恩哈，拜拜。感谢大家。你今晚若是接到民调电话时阵，请你听完整的访问了后才挂电话。感谢大家，拜托支持陈其迈，拜托，感恩哦。